老铁们今天花了巨资整了个大鸡排，把它弄开了，见证女汉子，还可以啊。这个是她的血液，把它给扒下来啊。好，咱们来点红油，喜欢的双鸡啊，来再上点火鸡面，火鸡面调料，哇，浓浓的啊。嗯，特别贵了，这真鸡排啊，有点点辣辣。想不想吃？想吃你就双击，好贵。